让你一招燃爆朋友圈。七，总有些惊奇的机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没有错，遇到拉伦的教学环节，本期视频就要带一个非常经典的射拍手法，叫做 Top Shot。首先我们左手像这样持拍，拇指在左侧，其余的四个指头在右侧。当我们真正把牌射出去的时候，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牌的两侧，像这样，然后尾指发力，把第一张纸牌一张张的这样给拨出去。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用尾指把牌往下拉，像这样。当我们练熟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加大它的力道，就可以把牌给弹射出去。这个需要我们多加的去练习。当然弹射四张 A 呢也是同样的方法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顶牌，然后再利用一些假戏的手法来迷惑一下观众。接下来就是说，我可以把四张 A 一张张的这样弹射出来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流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